我说，哎，是吧？叔啊，对啊，我喜欢那个人，他对我真的很好，让我很感动。是你在说？对，嗯。他说，哎，哦，不是吗？然后，嗯，我认识他，大概我认识多久？我说几年吧，但是不知道啊，就是可能每一次对的蛮多了，所以就开始喜欢他。他开始比较紧张了，男的女的？我跟你讲什么啊？当然是你啊，拉一把。我讲我忘记了对白，但是讲了很多，他就很怀疑，然后就问，一直在问是不是？哎，蛮对的，为什么几年了、啊，每天都讲电话，完全都吻合。对啊，像有个对，还有点像表白。对，我觉得想法。其实你说的是谁啊？啊，其实你说的是那个大叔。那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，分享了你跟。